水煮过后的意大利面冰镇5秒钟，加入番茄酱料，撒上 cheese， 大工告成，准备上桌。这是位在大道城的快闪面店，不为疫情选在8月开幕。你好，这是你的意式番茄冷面。咖啡色红砖，店面设计古色古香。其实大部分装潢是沿用上个租客，虽然品牌总店因为疫情下滑5成业绩，但这间快闪分店行销策略却很特殊，每月都有新菜单，而且是邀请不同主厨打造。现在是卖面食，但下个月将摇身一变，改卖臭豆腐。到了10月份，又将大换血，卖起炸鸡。这很棒啊，每个月都不一样。今天这里的气氛很不错，今天吃的话就是很好吃。 中西菜色轮流接棒，创造新鲜感。员工也要快手制作餐点，因为学习力够快，才能跟上每月换菜单的脚步。回记录式的概念啦，对。但是因为也刚好这个时候才有这样的店面，不然其实好的店面不好找。进入这个商圈，对。但我们也在培养这边的客群。 对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说用快闪的方式。品牌下个月还要砸千万元在东区继续扩店，就盼疫情的艰困时期，餐饮业者也能靠着无限创意为业绩带来前潮。八新闻，徐雅厨赖成伟台北采访报道。民生8方士尽在1小时，要订阅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